时间还没到，停车场外已经大排长龙，一辆接着一辆，店门口更不用说，全部挤满人，就等开门这一刻。日系唱货中心第一个周休单日就有破3万人造访，就是要保持安全距离，进去的话可能就是会尽量跟别人保持距离。好不容易通过停车场第一关，室内日料餐厅名店一整排，左看右看，通通都是人，想吃还是得排队，基本一个小时起跳。怕人太多，然后就一个钟，不少 QR code 一定有通知，就是一定整管全部去封列。台南日系唱货中心展开试营运第五天，遇上第一个周休，民众抢先超捧场，19000平的卖场人数也跟着爆表，大概有超过3万。说真的，有人潮过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尽量会请顾客稍微保持一点距离。店家预计试营运8天，没想到民众那么捧场，每天就有2万人上门，假日人更多。要维持防疫距离，真的没那么容易，民众可得自己注意。记者赖冠璋、林智慧台南报道。